说，这是我做的那个心智图，然后我其实就是音乐小组生，因为我在后班教的是比较低年级小朋友，所以我就用音乐来给他们做学习。然后我的那个程式在这边，我就是简单设计一个可以重复的，让他哎，看你这个怎么样？取消就好，取消好。然后他就是会有音乐跟说话，哎，说话没有出来。然后我分成，对，就是因为今年，然后分两组嘛，哈。然后他们可以在这边去选取他们其他音乐，然后认识乐器，可以给他们不同的那个，这样分组比赛。然后如果他们会设计这个程式，然后。音乐都配合得很好，他们那一组就是来胜利的那一组，那就这样，很棒。因为我们都没有音乐素养，所以好来，请。我也很喜欢参加这个研习，因为我之前都是跟着复兴国小他们一直不断在学习这方面的电脑程式或者是其他，我觉得这个课程非常棒。就像老师讲，希望以后每个月都可以参加这样的研习，谢谢。